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松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的咱对上一集讲到讲伊利亚，行了足济足济奇妙的神迹，使上帝灵大大充满伫伊的心中啊。所以呢，慢慢慢慢，这以色列这百姓拢知影讲，因国中有一位高人啊，这个高人就是先知伊利亚。但是慢慢也想未到，讲这个伊利亚要这尼啊软弱的时阵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上帝即卖已经决定啊，要来拆迁一位新的一个先知，少年啊，要起来接替。吼、哦，咱对这个过程中间，咱会当体会到一点，就是讲人都是人，无论你外敖，你也是一个平凡人。人若个老的时阵吼，无法度，你会去拄到咱人生的一个极限。你无法度讲啊，一个人八十岁、甲三十岁是种同款，迄无可能个代志。咱是足唔忙安尼啦，像讲老三即卖咧四十岁人啊吼，我嘛足唔忙讲我八十岁，当阁像即卖四十岁安尼才好啊。但是无可能嘛，我即卖还阁当甲人去拍篮球，我即卖阁当做马互阮囝骑啊。我若八十岁吼，阁做马互阮囝骑啊吼，我怎永远变做马啊？下落爬起来，安尼听有无？吼、哦？我咱如果都趴了，拢无在条通起来啊！八十岁啊嘛，骨头拢缩起啊嘛。咱若个座位吼，起来一个起来，怎放落去啊嘛？年纪啦，吼、哦，人讲岁月催人老。咱人活的世间，你必须都是要接受这个年纪的一个限制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当这个伊利亚上面年纪啊，慢慢会愈来愈大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服侍久会忝无？我哪会忝？做任何工作做了久，绝对拢会忝。所以若做了忝的时候，咱来休困。所以上帝嘛感觉讲，这个伊利亚休困的时间差不多到啊。所以上帝准备用一个新的人要来代替伊啦。所以咱直接开始啊，要来讲另外一位先知的故事。但是这位先知当然都是来接棒啦。敢若咱这个以前咧举行运动会吼，吼、哦、运动会有种叫做接力赛跑。一棒过接一棒，啊，也是接力棒。吼、哦，以前阮里头咧运动场咧练习的时，拢练这个要接呢。有当啊接无到，伊个锤啊落咧涂骹吼，你爬起来去捡到输人去啊咧。吼、哦，所以迄个接棒的技巧真重要。你爱拄了准备要冲的时候，拄啊接到啊随冲。所以你啦，起头赢人，但是接棒接了歹，怎会输人？所以上帝对这个接棒我那真重要。做上帝的工作啦吼、哦，一定拢有人起来接棒。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我那拢有人起来接棒，所以你看，安尼叫做一代过过一代啦。迄改朝换代，自然你无论你顶一代偌强，有一日早晚也就是爱去换人做看卖。这个好参像台湾的政治，就是真正说明这个历史的定律就对啦。无论你过去国民党偌强偌强，一定有一日，一定有一日都爱换人做看卖。即个敢那海水迄个海洋同款吼，一波搁一波啦，改朝换代是一定的吼、哦。啊，你即马换新的政党起来做，无论你做偌久吼、哦，有可能长，也有可能短哦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一定有一日会搁换人做。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定律。你若对这个历史的定律啊看了有清楚吼、哦，咱无论徛伫多一个时代，咱心拢真安啦。你袂因为讲今日去改朝换代，你安家己紧张到要死去？你也袂因为改朝换代，甲敢那世界末日安尼吼，真痛苦，拢袂。因为这一切，你若站伫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，拢正常啦。人会老正常啦，人会大正常啦，这一切拢是正常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当伊利亚的服侍到一个高调。迄、那个高调就是在加密山这个山顶，甲巴力这个先知伫遐咧斗法迄个时阵，迄阵大胜利呢。但是经过迄个高调了后，已经完成了伊上个重要的任务啊。所以啊，慢慢咧就开始忝咯，都一忝啊。哦，连这个这么牛的人，这么熟练的人，我哪会忝啊？何况今仔日你我，我问你，你做一个老母担煮的煮饭，你安尼煮一世人敢袂忝？你差不多一生中间有二三十年，每日都在家里煮菜，去菜市买菜，回来煮，
啊，逐日都只系囡仔三垃圾，啊，恁翁嘅三垃圾，你都提去洗，洗了佫起来比，吼、哦，也是用烘嘅拢凊彩啦吼。即、哦、嘛因为有即个烘干机嘛吼，啊，但是嘛是足烦嘅嘛，啊，即嘛衫收起来都佫挤嘛，挤起佫提去扛，你扛好呢，囡仔佮你提来穿，穿了佫垃圾，你佫洗，会烦未？会烦未？我冇物甲用，讲，哎、欸，你来做我嘅工课，你做看会烦未？啊，一个早人安尼做十几年做这条工课。做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，看你会烦未？所以，阮教会一寡妈妈嘛，甲我讲：啊，牧师，你都唔知哦，迄安尼咧煮吼，安尼逐日安尼叫三顿煮吼，煮掉要烦死啦！我当时也是，哦，恁出去食，卖煮啊，卖煮啊，煮甲足烦的啦！哦，所以咱人都是安尼，拢会烦。哦，做任何代志，拢会啦。上班的人敢未烦？嘛会啊。上课完也忝啊。所以，咱一礼拜本来是上六天，后来大家拢忝。即嘛工作压力较大，过来拢上五工，即嘛拢休两工，日后讲看当做四工休三工未安尼吼。你要叫人一礼拜拢无做代志吼，逐日伫遐休，我那无聊啦。啊，你要叫人一礼拜一直做吼，我那会忝死啦。所以要找到一个拄拄好的所在，吼，要工作的这个趣味，但是呢，也有够的休困，有充足的体力来应付啊。所以上帝自然都要派一个人甲协助。嘿啦，加一个人协助，哇，加偌轻松，你敢知？那以我家己来讲，以前我的教会只有我一个牧师，最近呢，因为教会慢慢工课愈来愈侪吼，我足需要人倒下手，啊，所以呢，最近教会来一个新的一个团队，吼、哦，加一个尔，你敢知加偌好势？你若有一个代志嘛，两个人通参详，啊，我若袂当去，佮伊会当去安尼，哦，雄雄，你也感觉本来这个压力重大正重吼。我即马加足轻的啦，加一个人就加足轻的啊咧。所以当伊利亚咧化忝的时候，上帝并无甲责备啦。上帝讲你袂当忝，哦，你要继续拼落去，唔是安尼。上帝讲忝啊吼，啊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无要紧，我派一个少年的来甲你帮忙。所以咱即阵要来讲另外一位先知，一个少年先知的故事。但是要来讲伊个故事进程，咱先对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搁小块交代一下。哦，当迄个时，以色列因迄阵分裂北国甲南国，自所罗门了后，国家分裂啦。北国就是叫做以色列国，南国叫做犹大国。那北国内面拢无好个王啦，大家王拢乱七八糟啦。自头一个王开始，都拢真乱。啊，上界乱，上界乱。会当讲上界出名一个王，就是叫做亚哈王。伊个故事咱以前讲过啊。后来这个王安怎死？那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就是出去甲人烧战，啊，行家己去用认出做王的身份，怎啊穿一领平常的平仔的衫，啊，去外口甲人咧战，结果叫对方。对方一个无名小卒，凊彩一支箭安尼射入，尔讲遮拄好啦，遮注死啊！啊，真正怎射入去，伊个箭甲会胖，啊，就安尼遮出名的一个王亚哈王，莫名其妙死伫战场，啊，这真正像我细汉咧看部队咧搬个同款啊！阎王叫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，无法度。伊想讲伊真聪明，伊会晓闪，闪无路。该死，我哪都爱死。伊死了后，因囝起来做王，因囝叫做亚哈谢。来，咱故事要对遮开始讲。因囝有一日，讲无代无志，讲对楼顶甲你搬落去，搬一个倒立门床，爬袂起来。因囝接因老爸位，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啊，老爸无好的行为，这个囝无可能讲做啥物好王啦。所以这个囝呢？迄阵也拢做足济足济圣经形容，讲上帝眼中所看是足无好个代志，恶个事啦，做恶做歹吼，做真济啦。啊，做遮济歹代志了呢，咱讲，敢若讲咱咧一般来讲叫做报应共款啊。讲无代无志一个意外，讲对楼顶安尼怎啊甲你摔落来？啊，倒咧门层呢，怎派伊下面个人讲？你去甲我问神明。问看我这病是会好啊，未好啦？你看，这个问神明，问看病会好未好，这都、个、不是讲咱台湾才有尔嘞。竟然伫圣经内面所记载，以色列当中也发生这个代志。
啊，这才是莫名其妙啊！以色列人，上帝所竞选，因的祖先是对埃及出来，捌过红海，捌过约旦河，捌经过足济足济正出名的圣业，竟然到今仔日，一个以色列的王破病的时阵，伊唔去问伊的神，伊竟然去问其他的神，这实在是惹动上帝的怒气啊！上帝都足生气，感觉你是有够莫名其妙。所以上帝呢，迄个瞬就对伊利亚讲，甲这伊利亚讲，伊利亚，来你起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，哦，我知你伫咧退休啊啦，哦，啊，什么艰苦的任务吼？啊，那迄个吼足操劳，迄款的唔免你做，迄款的我只另外叫少年仔去就好。即嘛有一件轻松的工作，吼、哦，来你去做，什么工作呢？就是以色列王，迄叫做亚哈谢，吼、哦，这个王伊破病在床，啊，竟然唔来问我，搁去问其他的神明，是到底有将我囥在眼内啊无啊？有够超过啦！来来来来来，我即嘛派你去甲讲，派你去甲讲，吼、哦，甲讲吼。未好啊啦，啊、哦、未好啊啦，叫伊唔免阁问遐其他的神啦，迄根本迄种假神嘛，迄种插头刻的嘛，迄种石头嘛，迄种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嘛，啊你去拜迄个物件哪有做？啊你去拜迄个什么神？迄拜了到最后迄种是邪灵啦，乌白拜，你根本都拜唔到去啊！哦来，你唔免让伊去问遐神，直接咱咧行到半路中，你甲炸落来。哦啊、所以这个伊利亚接到上帝的命令，怎啊真正沙漠呢？吼、哦，已经休困真久啊呢！吼、哦，伊利亚已经休困真久啊！啊来，即嘛，定出江湖就对啦。去伫半路，啊，拄到这个王的仆人，拄啊，行足紧的，吼、哦，准备要去庙里，要去问其他的神，问讲因主人这个病是会好啊，未好安尼啦。行到半路时，伊利亚给炸嘞！哦，等嘞！哦，您即马要去问神是咱以色列中无神吗？哎，迄个人错一个，嘿！啊，神主，你哪知我要去问神嘞？你太骄傲！伊利亚讲，当去甲你的主人讲，唔免问啊啦！但咱以色列中都有神，都有真神，你去问假神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未好，未好，未好，阮死的，你当甲讲。哦，这个仆人错一个，你敢知？怎啊，赶紧走回去！啊，打一声回去，免得交代，休困一下，等下讲给你听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来来来，咱来讲这个以色列王叫做亚哈谢，啊无大无事讲家己破病，唔去问上帝，啊去问神明，这跟他描述一个信徒，哦，一个信徒自细汉老爸老母拢总咧敬拜上帝的人，结果等家这个囡仔大汉了破病的时阵，讲我来去问菩萨，你看有奇怪啊？无奇怪？啊！我白问，啊！你都明明，你都今仔日都有家己的神，啊！你嘛知你所拜是真神，你去拜其他的神，吼、哦。迄个时亚哈谢所拜迄个神呢，叫做巴利西普啦，吼、哦。嚯、哦！哎、啊，你叫人要去问，结果这个皇帝在等，嘿、欸，啊！伊所叫去的人，啊！他拄出二年来，谁回来？啊！就问讲，啊！你来回来啊？我唔是叫你去问，你庙里问神。这个仆人讲，王啊，真奇怪。我行到半路，无大无小，讲有一个人走出来跟我讲，讲什么？嘿，以色列中有神，你唔问，你去问迄个假神，迄拢无较准啦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恁的王必定死。嚯、哦，我听个会惊呢，所以赶紧登来禀报啊！
这王听了当然嘛真生气。迄若是我，我虽然倒咧蚊帐顶破病，我无法度病倒，我嘛叫人来病。哎，听了都足生气的呀、啊！所以问讲，啥物人遮大胆啊？伊是穿安怎生做外官？哦，啊，大裤也是散，面容如何？形容来听看麦。哎，这卫兵啦、啊，就将因所拄到这个人啊，啥物款形，穿啥物衫，下啥物款皮带，安尼拢讲讲互伊听。这个王一个听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较早阮老爸哦。气候安尼整得很惨呐吼，气候呢安尼人个是足凄惨的，这都是伊哩啊，这都是伊哩啊，啊一只老狗过来甲我乱，啊一只老鬼个唔死，啊好哩啊，来人啊，是吧？叫一个部队的这个军官啦，啊因为制度就是讲十个人、五十个人、一百个人，拢有一个领袖在管。所以叫一个叫做五十副长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管五十个人，五十副长，吼、哦。叫这个五十副长来讲，你派五十个人，将这个伊利亚给他杀倒来，哦，给他杀倒来。所以呢，这个五十副长就带领五十个人就进去找啊，找到的是看到伊利亚坐悬悬的所在，坐伫个山顶，因就。对这个伊利亚讲，哎，听讲你真牛啦！哦，过去听讲你伫加密山安怎安怎，有真英勇的事业哦，所以听到真恐怖吼、哦，所以因也唔敢对伊乱来，都甲称呼讲叫伊神人啦，哦，讲有上帝能力的人。我的王公叫你落来啦，伊利亚坐伫关关的所在讲，既然恁叫我。是有上帝能力的人，您既然知影我是上帝有能力的人，你哥安尼凊彩要叫我来，叫我来就来，叫我去就去，敢简单？如果我若是真正有上帝同在的人，安尼吼，即马我就命令一百鬼对天顶落来，烧死恁这人，好惊人！迄话一个。讲了呢，真正对天顶呢，轰安尼一百火安尼，吼、哦，偌大爆呢？怎将这阵人呢，怎消失啊？好厉害呀、啊！哦，这个剧情敢那未输咱台湾，讲我点一支番仔火安尼，不敢咧烧起安尼，啊，真正轰一下安尼，哦，怎烧起啊？哦，是不是看到这个圣经这个火烧的剧情啊，都想起台湾，你敢会记哩？前一段时间吼，真奇怪。大家拢一人拢落地啊，拢提一包番仔火，随时拢在纵火呢。哎，真奇怪，这个可以传染呢。啊，讲这个阿阿某冤家有无？吼、哦，啊冤家讲半暝啊呢，太太咧心情歹，心情歹就心情歹，什么现代人冤得足奇怪。讲后人心情歹，讲自焚，有影要笑死人哦。你若讲心情歹去外口踅街去唱一个 KTV， 你个。讲啊，反正你心情歹，食毒品了，人都袂甲你骂。啊，你无代无是，你心情歹，你自焚，世间哪一款人？哦，即个吼 ，EQ 爱加强啦。哦，啊，你自焚我无反对，你著去无人的所在，你家己烧，看你要烧做啥物，你随在你咧。讲竟然讲伫因兜烧，结果无代无是安尼烧死偌济人咧？哦，啊、破坏偌济家庭，即、這个悲剧发生咧啊！咱想啊，看到即个悲剧，大家应该爱家己爱警醒，说是有样学样啦。讲无代无志尔，迄段时间的新闻，我印象中至少还阁有两三件，拢怎学伊呢？讲一个讲是处处安尼为着引导这个较细处的人，啊为着这个金钱的问题，讲亚速碳挂来去引导，用亚速钱安尼讲，安尼讲抓，落尾安尼放火烧不盖同归于尽，哎、欸，这个物件会传染呢，足恐怖的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大家爱记哩。我想咱这个台湾发生这个代志，可能有咱足大的架势吼。恁阿公阿婆感情有好无好，迄无重要。恁对面的阿公阿婆感情有好无好，迄、那个才是重要。安尼听有无？吼、哦。啊，恁家气氛有好无好，这无重要。吼、哦，就看恁楼顶的气氛有好无好，这个较重要。所以咱会记得三不五时啊，共敲门讲啊，恁最近阿公阿婆好无？吼、哦，中秋节送礼，免送啥物亲戚，迄离恁家介远。直接吼，往来所送去恁对面，讲拜托恁两个吼，就常常出去散步。
啊，若要冤家，拜托出去外口冤吼。啊，若真正两个人若想袂开，想要安怎另外解决安尼，是解好笑吼。这个事件伫过去伊里亚身躯顶，原来已经捌发生这个悲剧啊，大悲剧。伊里亚想起的时阵，竟然讲对天顶干一百回种的消息安尼，这人怎消息？啊，这个王伫遐咧等，讲奇怪，啊，我派起人奈无转啊。过时啊，尔报报啥货？报哦，咱派五十个人，即马拢臭鞋搭，已经拢停死伫路边。啊，求处理啊！啊，世间都这种代志，我都唔相信。来，五十副长哦，反正我五十副长副长也够足济个咧，我都唔相信。来，佮派第二个，你佮派五十个佮去，结果这第二拜五十个去，完了拢总变灰团，拢消失了了，消底啊！哦，这个王一个唔死心呢，足生气呢。第三次，哦，第三次又个派一个五十副长，讲来你个去，啊，这里较巧，这个去呢，看到伊利亚呢，讲拜托你啦，哦，安尼算足无聊，我是拢食人的头路啦，哦，人安尼敢发怒，我都安尼做啦，你莫去烧啦，哦，火葬场哦，唔是你在开的啦，哦，啊，拜托拜托，莫去烧啦。哎，你看，人高讲话有差哦，因为伊讲这个话，所以伊利亚怎讲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来，我对你来见王，我要亲嘴甲讲。所以伊利亚怎讲？亲嘴去到皇宫，对这个王讲：啊，有真神你唔拜，啊，你底下拜假神，啊，所以无法度，歹势。上帝已经甲我讲啊，讲你一定得死。果然，讲了过无偌久，亚哈谢全死去啊。死去了，因为伊无囝，所以伊的兄弟叫做约兰，起来接续伊做王。做王了，还阁真侪精彩、阁兼趣味的故事，也是讲起来足侪离谱的代志，拢一直在发生啦。吼、哦，那咱先将这故事拢讲了，咱再来应用看在咱的生活顶。吼、哦，现代跟咱有啥物关系？所以记得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多谢。啊、哦，这是要如何是好啊？哎呦，这老足无路用的，这个简单的问题啊，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啦？啊、阿妈阿妈，你是安那？看你安尼行来行去，敢那有心事呢？一直在想讲要安怎要安怎，到底出什么大代志啊？唔捌看你安尼这么欢乐过呢？无啦，我都吼有一个朋友，因查某囝即马读国中吼，阿公，哎呦，我袂晓讲啦。啊、阿妈，你话安尼讲一半送听有啦。你有一个朋友，伊的查某囝即马要读国中，嘿啊，就安尼啊，真好啊，过来咧。过来都青春期咧，哎呦，你都再卖一点问我啦！阿妈，你嘛甲差不多咧，你是咧歹势也是安怎啦？我听无啦。你有一个朋友查某囝青春期，啊，青春期安怎咯？啊，都阮查某人甲恁查甫无同款的所在啊！哦，我了解啊。就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即马要当大人啊，所以咱的这个生理吼，咱的这个身体方面啦，吼，咱这个身体方面咧有一个变化的，对。所以是安怎？哎，这个足自然的啊，无人甲教哦，啊，无人甲阿妈你甲教就好啊，你都过来人啊，你惊啥？是啦，啊，都吼，因兜也阁有查甫的吼，啊，因老母讲拜托我甲讲，啊，要安怎吼因？规家伙啊，拢有了解讲，这个查某囡仔已经大汉啊，哦，伊的哥哥、伊的弟弟，拢爱会向尊重，伊即马要当大人，啊，要安那教育哦，想无啦。哦，你的困扰就是讲，厝的有一个查某囡仔已经青春期啊，啊，惊因厝的人。啊！你讲叫大家那吃饭的时阵讲，总系叫伊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用什么款的方式要来教育其他的人，
这个困扰就在这对吧？对，吃饭的时阵，如果那宣布讲啊，咱家查某囝大汉啊，恐惊因小弟唔捌代志，会甲笑，啊，这查某囝会歹势啦。哦，我有看一本注意写呢哦，伊写讲有一个人吼，当因查某囝吼，迄个时吼。迄个咱即个身体方面的特征特别开始发生的时候，伊就用一个即个红的即个蝴蝶结吼，啊，然后呢，放伫伊房间门口，都是逐个月啦吼。那只要迄个查某囡仔，咱即个身体方面吼，咱即个叫做月经吼，逐个月拢会来的时吼，伊就将即个红的蝴蝶结吼搭伫门口，啊，所以因哥哥甲因弟弟就知影讲啊，安尼代表因即个因兜即个姊妹最近可能吼身体无好。哦，身体也较无舒适，可能脾气也较歹，大家爱甲体谅。你看这部安怎？哦，未歹哦。哦，这个方法真简单嘞。哦，未歹。啊，无我吼、叫伊用这个方式，叫引导的人爱了解，确实有影查某囡仔吼，那逐个月到迄个时间吼、真正身体足无好，真虚弱，然后脾气变真歹，需要整个家庭大家互相来体谅。这个代志吼，实在是爱教育，啊无有诶查甫足未晓尊重查某囡仔啦。对啊，我感觉吼，阿妈今日讲诶足好，就是讲咱规个社会爱来学习这个物件。这是一个机会教育，当咱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咱厝的查某囡仔吼，慢慢慢地方大汉了嘛吼，咱其他的查甫拢会学习一种尊重，安尼即个查甫去好，甲即个查某囡仔斗阵的时吼，嘛比较较知影讲要安怎尊重女性。多谢阿妈呢吼，今日你讲这个话题真好真好吼，各位再见再见，拜拜喽，拜拜喽。